Oh my god！ 啊！哦，我的音。Good morning, y'all。今天又是来记录一下我一周的工作 vlog。那今天早上呢，就是。Off to a not too good start. 为什么呢？是我刚刚准备要吃樱桃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呀，里面有几颗已经发霉了，所以我整盒都不能吃。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outfit 好了，这个有点皱的上衣是 Nicole Ann， 然后裤子是我忘了啊。By the way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买的那个 Fenty Beauty。哦，这样看我的皮肤很差哎，糟糕。Anyway， 上礼拜我买了 Fenty Beauty 的 foundation， 我觉得很棒，很喜欢。出门之前，我要来整理一下我的亲爱的床，它现在长得有点悲伤，你看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发微博。怎么会这么高级啊？ 哇好好看的这个。What is this？ 阳光之类的东西。还灯笼哎。Thank you， 微博。Let's take a photo。我刚才跟朋友聊到说，我们都觉得最近自己身上的肥肉有点多，所以都想要健康的减重。我就说，那我希望可以在26岁之前，就是减掉5公斤。后来想想，算一下，哎呦，时间也不多了，我先收回那句话好了。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那个 eating disorder， 就会知道我以前就是有很极端的减肥过呢，那个真的不好。所以我现在就是采取一个慢慢来的状态。Yes， 我们俩现在都站起来工作了，我是因为坐太久，但是因为刚刚。太饿了，结果去吃完饭之后吃太多，现在胃痛了。Many hours later， 温鸡嘛，飞来走灯笼，这条我是白龙，一点点。This is like separate。对啊，你要自己拼啊。What？ 微博，你们是觉得我们很聪明是吗？很会手工艺？我完全看不懂哦，这是还是这其实是放在里面的、啊？哦，不应该不啊，哦，还是是这样子啊。你不可能就这样勾着啊！我们创作者好奇怪哦。I don't care。我现在就是要去 Apple Store， 然后把我的 iPad 给 trade in， 因为我想要换一个可以用 Apple Pencil 的 iPad， 所以我先把旧的拿去换成一个 store credit， 然后等它新的出来，我再看那个价格会不会降一点。Anyway， 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出发吧。你要入境吗？拜拜。为什么这么长啊？这个 receipt。去爸妈大喊啦。OK， 好。今天就行了，谢谢。找到你，拿到了。Hello, everybody。我现在回到家了，然后我今天真的是心血来潮，非常的想要吃什么韩国泡菜炒饭。我现在是一颗洋葱，很大根的葱，最爱的午餐肉。那当然还有泡菜。蔬菜的部分，我上个周末有在就是菜市场买了那个青菜，我快吃不完，所以我今天要一个人吃掉这一大把。然后另外最后会加上一颗蛋，真的是很有规划的一餐呢，你说是吧？Thank you.
现在 IG Live，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晚餐。哇，麦香好美哦！哇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依家系 Jim， 现在时间是早上7:40。哦，真的好早哦，哦，太早了，我现在想不到我在讲什么。Kiss me once, then kiss me twice, then kiss me once again. It's been a long, long time. Never felt like this, my dear, since can't remember when. It's been a long. Hi, 我刚刚运动完之后回家洗完澡，我现在准备出门。今天的 outfit 呢，上衣是 Uniqlo， 然后下面是 Zara。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午餐的习惯了，因为我吃早餐的时间都太尴尬了，所以现在呢大概是1点多，然后Crystal 因为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所以他先回家了。今天我想要来第一次在香港使用 Deliveroo， 在香港非常非常多人在用美食外送，然后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好了一个叫 Kim's Spoon Eatery， 没错，我今天又要来吃韩国菜了。你看，哇，我真的是打从心底的在爱韩国菜。我今天想要吃韩式传统拌饭 Bibimbap Barbecue Beef， 它有午餐的饮料耶，我来选。想喝冻柠茶，好，冻柠茶。怎么韩国菜然后配这么香港的饮料。好的，这个是我今天的晚餐。如果你问我说，哎，怎么跟昨天长得这么像？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。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有听说过，是像这种香肠、火腿腌制的东西，好像不能配 yogurt， 好像会致癌。但是我现在很想喝 yogurt， 怎么办？所以再三权衡之后，我决定我还是喝吧，因为一次应该还好吧，是吧？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180 degree lie flat bed above business class, you can sleep like a baby.口红好了，我觉得现在气色看起来好像有点生病，呵呵。而且你看我这边的那个叫什么，这是泪沟吗？还是黑眼圈超大的？这个是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一支，它上去就是一种很有质感的雾面。好，算了，你不要听我讲美妆好了。我今天就是心血来潮自己煮的咖啡，很久没有用我的咖啡机了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， 这是我昨天在 Uniqlo 买的，它就是一件长裙。我没有买过这样子的衣服，也没有穿出门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，但我还蛮喜欢的。上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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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什么？你是只熊是吗？今天
Crystal 说现在用那个 Food Panda 比较好是吗？嗯，免运费。哎，你想吃啥？中式、西式、韩式、泰式。两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。嗯。Yes. 看着炸鸡就。Yes. OK. 青葱炸鸡。嗯，青葱。青葱。好。哎，你也喜欢吃葱哦？葱，喜欢。我们的食物来了，快点用跑的，用跑的。快点！真的来了！这间办公室的都是疯子。送了一个这个，嗯，你喝没？你要吃？你喝。嗯，好吃哦，好吃。我们因为没有带餐具，所以我们跑去茶水间拿了那个泡咖啡用的。可是我们明明刚刚订了的啊，就是没有注意，变成 B 肉了。嗯，你先把葱给拿住，因为它这个会一直跑，真急啊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我要到了，好危险哦 ！OK， 好了 ，Yes。Every time you are near, just like me. 好的，一天又过完了，我现在呢准备要回家。我现在觉得这个 vlog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无聊。But this is what you signed up for. Hey guys. 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爱上的东西，叫做什么煎三宝。其实我觉得老实说它蛮不健康的，因为它很油，可是我真的好爱吃它哦。我通常都是叫那个红肠，然后青椒跟这种肠仔，然后这样子五颗是10块，铜锣湾那个好像是8个20块。然后因为今天吃这么罪恶的东西，所以我刚刚跑去买了一个类似无糖茶的东西。每次每隔多久我的洗衣篮就会用满了，所以我通常一个礼拜感觉要洗到2次。哎，因为我现在每隔大概一个多礼拜我就会换一次床单，所以我洗的会比较勤。我看大家是不是看过很多次我洗衣服，会不会太日常了一点？我家里一定会有这个兰诺的芳香豆，我之前快用完这个蓝莓口味的，然后我最近买了一个玫瑰的，我觉得这个很像伊恩他衣服上面的味道，所以就是哦，看好 cheesy 哦，啊，太多啊 ，watch， 你就丢进去，哎 guys， 啊，忘记我的啤酒了。大家记得我在讲兼职 YouTuber 那个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说每天至少会空个1到2个小时剪片吗？现在就是这段时间了，然后其实我一直怎么说，我就忽然发现我真的好多片没有剪的。我这样算一算，不一定会发出来啦，但我至少有的素材至少可以剪个5、6支吧。但你知道我有些从6月到现在还没有剪完，对，有时候拖太久我就觉得啊，还是算了，还是就不要发。现在我在剪的影片就是我上礼拜去香港芭蕾舞团就是跳芭蕾的影片。现在你们看这个 vlog 的时候，这支影片应该已经上了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个人是觉得蛮感人的啦。对，今天大概就这样子吧，我就会继续剪片剪到晚上，然后就明天见咯。嗯 ，Cheers， Good morning 哦。那个我要迟到了。是在尖沙咀，所以没事。这不是 vlog 吗？对。
好，我迟到了。你该当何罪？那 我同事真的是工作很不认真，很懒惰的人。我刚想说奇怪，怎么有点不太对，好像身体上面少了一个什么东西。他发现，奇怪，我手机呢？就要发现我刚在结账的时候就把它丢在柜台了。太不小心了，就是很想要换新手机啊。还有没有人把你的手机偷了？你越来越珍贵，真的很可怜。Crystal， 你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老板送我们什么？中秋节礼物是 cupcakes。然后你刚说老板怎样？他很潮啊，他就用什么礼物送来我们公司，就很潮，是不是？很酷。中秋节快乐！耶！嗯，这家蛮有名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主要潮是我老板潮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然后我现在大概事情告一个段落，可以准备回家喽。对，然后你没看错，我今天穿的是拖鞋，因为我在办公室摆了一双拖鞋。嗨，然后我今天觉得办公室特别冷清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秋节的关系。我在台湾对中秋节的印象就是大家出去烤肉啊，跟朋友玩啊什么，好像没有到很注重家人团圆这件事情。大概是上个月吧，刚好我就是最近手上事情没有那么多，所以都可以准时下班。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这个时间还在办公室了，不过我其实还蛮想念那种很忙的感觉。那今天的 vlog 应该就会到这里，因为我觉得我等一下就是想放空，不会想做其他的事情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咯，拜拜。今天是星期五，然后我现在把我的额头遮起来，因为我每次拍这种早上 get ready 的部分，我都觉得我额头实在太高了，很丑。好啊，我昨天呢真的是蛮惨的，因为我这个大失眠到四点吧，然后现在是九点，所以我大概睡了五个小时就起床了。为什么这么容易失眠呢？我唉。然后呢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最近正在试用那个 Sofina 的化妆水，还有他们的算是防晒乳液吧。我之前一直有在用 Sofina 的粉底跟试底乳，哇，超喜欢的。对于那种混合偏油肌的人啊，超好用的。那我现在就继续 get ready， 然后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我的 co-working space 呢就送了很多像这样子的那个叫什么手机气囊，然后我拿的是 Avengers， 结果我刚回到办公室发现我们的是一样的耶。耶，你慢半拍了啦。 Cheers Cheers Cheers， 中秋节快乐。今天香港中秋节是没有放假的，但是好像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大家大概四点钟就会离开，所以现在就是刚满四点，所以外面的人都陆陆续续的下班了。然后今天晚上我要去我堂姐家吃饭，就是算是也是有一点家人团圆的感觉吧。See you later。今天我们要吃的是火锅，然后这个是麻辣锅，这应该是清汤来的。姐姐，今天还有什么料？好吃的牛肉。哎呦哎呦，油花很美。What's your name? Angela. What'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t school? I don't know. I thought you liked gymnastic. Oh, it's not a subject, sorry. You say gymnastic is a subject, come on. Well, it is, it could be. Angela, what are you doing?要不然你们可以看出来照片哦。好凶哦。你可以下腰吗？对，下腰。嗯哼。喜欢的阿姨是哪一个？